东涌近年发展迅速，区内多个大型新盘先后落成，令东涌居民生活不假外求。位于东涌达东路33号的御东苑，由5座楼组成，提供2640个单位。屋苑由房委会兴建，属于和谐式居屋，1997年入伙。单位实用面积由390至600平方尺，有1至3房间隔，户型选择多。地点邻近港铁站，吸引区外上车及换楼客目光。由于是东涌早期发展项目，御东苑邻近富东村，街市和日用品都可以不假外求。富东广场有街市和茶餐厅食肆，住户亦可以走到东汇城。商场内有大型品牌、超市、名牌欧莱、戏院，而港铁站附近配套亦都齐全，包括公众泳池、巴士总站，以及屋苑附近的东涌市政大楼，提供体育馆、图书馆，满足住户不同的需要。而东涌海滨长廊近年亦大受欢迎，除了提供单车径，亦都是拍照睇日落的景点。而区内有多条不同的巴士线，去大屿山区内或者出市区选择众多。而港珠澳大桥开通，由东涌揸车去澳门只需要40分钟。日后落成的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，亦将会令屋苑客源走向多元化。校网方面，御东苑属于98小学校网，中学就属于离岛区。其中东涌中学就有可遇中学、凌亮堂移民中学、港青基信书院、保良局马锦明夫人张福仙中学等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